像随机编排的剧情，行走沙漠里是打算在我们这儿常住了，他说刀找到了立马走。快来啊，非点了好多好吃的。其实他多待一阵也行。麻烦您给结下账。别吃了，刀有线索了。就这儿？线报上说你的玉人会在今天的自由日市集上交易。买东西还是卖东西？守卫军来查案的。头一回来自由日，我们这儿的规则是欢迎一切商人，管你是黑商还是红商，欢迎一切买家，也不管你是买黑货还是好货，但是想看别的想都别想。你干什么的？卖东西的。香甜好吃的哈密瓜买一个嘛。叫外边的家伙，你要干什么？不买东西走远点。哇，真厉害，这都不错呀，真厉害。真是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们是卖什么的呀？我们什么都不卖。就是那个长尾巴的家伙，好奇怪啊！不好，把人招来了！快快把摊支起来，赶紧卖点什么？卖什么？随便。喂，你们到底是来卖什么的？卖这个。糊弄我呢？这玩意儿谁会买啊？我。别，不行！刚被坏男人抛弃，也生无可恋了，就让这个把我带走吧。这味道。我好像尝到了真爱的味道。再给我来一杯。脑子不正常。没了没了，收摊了。你干嘛？队长，这可是澡堂的经费啊。早上非典的餐还没结账。
等我把这把刀出手了，我就东山再起，我的人，我的地盘，到时我就到时我先吃顿饱饭。嗯，这交易的地点在哪儿啊？别急，排好队，每人都有。嗯，我记得这几张脸。队长，以后每次自由日市集咱们都来吧。自由日结束了，交下摊位费和卫生费吧。我们是来干嘛的来着？晚风藏着精灵，星星都被唤醒，让阳的风景落入眼睛。勇气需要动力，穿越荒漠的孤寂，还好你陪伴我的旅行，阳光风雨都经历，调整呼吸，再继续。时间在走，慢慢接受，允许我伤后，今天先留走。